自助客还是中心馆？侧面很香。看大鹏寒冷的背影，就像来这儿推销保险，有点像。可以的，和香蕉的，但是味道一般，没有那么惊艳，但是没有维也纳的那么。草莓也好看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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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草莓。看我新买的耳环，好看吧？玻璃的。店主也挺好的，一定要和他砍价，他都会给你打2块钱的折扣。真的假？你没和他砍吗？没有。他突然觉得我被坑了。看我的新耳环是不是很好看？现在我们坐船是从玻璃岛坐船去彩色岛，大约要坐半个小时的船程。旁边的老头可能看着我们在录东西就走了。半个小时的船程，我们现在到了彩色岛。然后这个岛它的特色就是以彩色的房子出名，被称为世界上彩色最多的、色彩最多的国家之一。还有蕾丝，蕾丝工艺好像听说是很不错，但是具体这个雕塑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。上我应该打一个响指，然后我们瞬间到了另外一个地方。哎呦我天啊，那响指打得我这个镜头都鄙视你一下。这下好像没有厕所，所以说来的时候建议自带水瓶。岛内的时候想上厕所，但是觉得贵，现在在这边连贵的厕所都找不到了。这个岛里真的没有公共厕所，如果你一定要上厕所，你只能到店里去买东西。如果你不买东西的话，他不会让你上厕所。
然后看我们说我们要买披萨吃，但是你不先买的话他也不会让你去，不过态度太差了。一定要喝着尝一下的，阿佩罗不是别的，其实欧洲很多的国家都有，但是意大利的味道会特别的好。刚才我喝了一杯巨苦巨苦的 approach pizza。 你那个不是 approach pizza， 我那什么你自己点的，你不知道。可能我喝的是 Campari Spritz， 太苦。就那个酒，我喝着以后，在我舌头的前半部分就是尝不出任何味道，到要吞咽的时候，一股很强很强的这种苦味就从我的整个舌头上反出来。就当你吞咽口那场酒的时候，就有一种想吐的感觉，然后整个胃也倒一遍了。但是我还是坚持把它咽下去。因为我觉得苦的东西都是补的。哎，其实我们本来坐那儿是想点吃的，结果那人给我拿出两个就是那种 Trinken Cup， 就是那个酒的 menu， 他告诉我们厨房已经关门了。还有里边那个厕所也挺有感觉，好像是100年前的厕所，洗手还得用脚。船里其实都有厕所，我们这两天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厕所的问题，没厕所。对，主要是没厕所，而且我们刚才上的这个岛很臭，特别臭，感觉也不能说都尿河里了，但是特别臭，我又不知道那个臭味从哪来。为什么要这么拍我的脸？拍的人可逗啊，就拍他。你们俩都变小了，没有这。太累了，所以我感觉我的脑子不转了。刚才我差点找不到我的帽子，我以为丢了。哎，威尼斯之行圆满落幕，这玩的还是比较开心的，还是很值得一来的，因为你会看到不一样的画面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回到住的地方买一个大的披萨吃，吃饱以后我们就要收拾收拾开回维也纳了。现在来到一家就是威尼斯的这种披萨外卖店，后面有外卖电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但是你们要来点餐的时候一定要问这个服务员要一个，他们有 English 的 menu， 一定要一个英语的餐。不得不尝意大利的披萨真好。
你放了料分吃，比在岛上吃的好吃。我听见红酒倒掉的声音，觉得好浪费。上上。他这功能和中国一样，就是要收费的。我在考虑听，他记者没听好。于谦吧，刘谦，到底刘谦于谦？刘谦，再重申一遍，刘谦是变魔术的，于谦是说相声。还有，威尼斯。旁边的不是河，是海水，是海水。然后动不动就上河，掉河里。